你活下来了，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跟我来，你得知道自己对付的是什么。你的道路已……朱思成是阿兹卡罕特的心脏，但他早已性命垂危，没有人能活着出来。你的朋友应该是死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你走你的道路，我们不必同行。你已经存活这么久了，保持下去吧。希望我们有一天会再见。快跑吧，小小圣甲虫！知死者欢迎你们的到来。啊，小不点来了，快，快进来。很欢迎你来这里，我是寡妇阿拉克纳伊。多年来，台面上我是以皇家之死者的身份侍奉奈菲瑞斯女王，台面下我有各式各样的兴趣。怀如今亲爱的女王驾崩，她的女儿被那个先驱者诱入歧途。我绝不允许这个生物肆意操弄我们王国，可是光靠我无法阻止他。我会守望这一切。这个先驱者已经掌握了阿兹卡罕特的所有军事势力。他来之前统领王国军队的是阿努巴扎尔将军，后来被安苏瑞克罢黜，换成先驱者底下的某个晋升者。如今部队上下充斥着肮脏的恶棍。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晋升者是先驱者送给安苏瑞克的礼物，这群凶狠的突变猎杀者是先驱者利用城市黑暗深处的转化场所制造出来的。他们无比强悍，可是我没有任何军队可运用。如果我想觐见安苏瑞克，请他赶走先驱者，我必须先找到方法从内部分化他底下的军队。来我的会客厅，就算我们不和先驱者正面交战，想采取低调的手段也是不容易。我得跟安苏瑞克的手下成为盟友，一个能不引起怀疑自由进出的人物。地洞区的居民曾提过一名辅臣，他是某个为女王效力的爱国者，他非常适合。留着离开吧。我的命令很明确，但是总是有更多异族人经常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失败，我无法接受。这不只使你自己蒙羞，也害我蒙受耻辱。也代表这件事没有人会知道。把废物收拾干净，让我滚出我的视线。如果你胆敢跟其他人说一个字，下一个被收拾的就是你。
真是有意思的货物。全员立刻回到岗位上，上前来，入侵者，帮我取得哲卡尔的费洛蒙，我就能让你的盟友重获自由。成交，快呀，朋友，走吧。别让哲卡尔拿到那些费洛蒙，这能为阿姆巴扎尔争取一点时间。人都到齐，我们得动身了。别忘了，我们可是囚犯。我们可以唱一首关于我们悲惨情境的歌。先不要，米若。还是别唱了，米若。谁派你来的？等一下，这是哲卡尔还是阿努巴扎尔的命令？你认为呢？屈从。但他们看起来……算了，去吧，别检举我。我们出来了没？安全了吗？我可以呼吸了吗？我们出来，你都安全了，你可以呼吸了。你就继续憋着，当作科学研究。啊，我们自由了，我快乐到想要大叫。然后那边的蜘蛛就会循声而来了。我可不想要蜘蛛爬在我头上。赛佛，你这是帮倒忙。紫心的执行官尼兹瑞克是安苏瑞克女王最信任的亲信。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见到你真是荣幸。时间不多了，这些费洛蒙能让你混入市集，快涂在身上。萨拉塔斯绝对是个麻烦，但女王从未受到影响，她都是自己做的决定。生物从他身边退开，现在就退。听我说，放下你的弓箭，他是盟友。盟友达拉然会坠落都是因为他们。艾兰尼亚，我们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如果你一放开弓弦，就想都别想。好吧，但你最好给我个解释。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好吧，安杜因，说吧。我不指望你能理解，但我跟着飞船的那一刻，或许我心里觉得那样足以让圣光再次照拂着我。或许我做了跟我父亲一样的事，但圣光没有显现，我却发现自己身处此地。他的行动让我感到十分敬佩，我不得不改变他的监狱输送。法林告诉我，我得抛下脑中的一切。我想他是对的。或许圣光还没回到我身边，但这是我最擅长的。但与怪物结盟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我不会让萨拉塔斯毁了一个文明，不管这个文明是何等的可怕。你也觉得不配拥有圣光？我还是不相信这些耐忧虫族，但我相信你，这样就够了。
而我向大家保证，有了这股全新的力量，我们的帝国将重获新生。我能感受到虚无对他的影响，他被萨拉塔斯操控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艾兰利亚，我们得走了。你说的对。慢着。他在这里。什么？萨拉塔斯。不要！为了卡德加。护送女王离开。走，快走！驱逐入侵者。还有更多。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的飞行者死了。跳！你疯了？好吧，不管了，就跳吧。风行者，我知道你总是孤身一人，把众人都拒之门外，紧追不舍，就跟那头你不敢承认的怪物一样。你才是这里唯一的怪物。是吗？你为了找我夺走了数百条性命，真的全是为了卡德加，还是你乐于破坏的天性在作祟？来吧，艾兰里亚，拥抱真正的自我。艾兰里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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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自己是谁。尽管逃吧，我会把你莉亚，安杜因，很高兴看到你们回来。你有听说什么我需要知道的事吗？注意安全。哦，风暴飞骑斥候看到我们的船在远处，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我在听啊。愿你的锤子，他们终于来了。各位 ，Lokpar。抱歉，我们来迟了。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我知道该做什么。外来者，去找我的侍者，他正等着为你提供帮助。真的，索尔。上次见面时，我迷失在黑暗中，我的悲痛和愤怒震耳欲聋。我以为把他们消音的办法只有猎杀那些罪魁祸首。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为了在暴行中活下去，复仇仿佛是你谨慎的选择。若是悲剧就在你的眼前上演，则是会反复地想自己或许能阻止这一切。痛苦，悔恨，仿佛把我扭曲成另一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把自己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我会在这里陪你到最后。很高兴你与我们同在，艾兰里亚。我们会一起度过难关，一定会。我必定会再次对上萨拉塔斯，不过到时候，我将会师出有名。艾兰里亚，当我听说达拉然的意外时，我很想早点过来，真的很想。但考虑到世界的现况，还有璀璨之歌，图拉扬，没事的，你不用。我们都有各自要背负的责任。老实说，要是你看到当时的我逐渐变成的那个模样，我应该要陪在你身边。你一直都在，远比你想的还要贴近。千年来我们同舟共济，要再次与你共度千年，我也愿意。如果下次我把你拒之门外呢？我会等到你回心转意。幸好我总是会这么做。我很想你，艾兰利亚，我哪里都不会去的。我知道，图拉扬，此时此刻我们团结一心。我不能这么做，泰坦他们。贝格姆靠自己召唤来了风暴图比亚，如果他能违抗泰坦，那么你也可以。图瑟拉，风暴图比亚可以知道你的意向，专心召唤他们，他们就会响应。做得好，风暴图比亚响应了你的召唤。不只是我的，还有他们的。他们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帮助我们。卢瑟拉，接下来呢？我们有一大堆事要做。布比亚选择了自己的飞起，真正的羁绊已经铸成了。启动，那是扎雷因，贝格姆的风暴图比亚。扎雷因，即使贝格姆已经不在，你还是留下来了。但现在你自由了，谢谢你，扎雷因。我们会一起向贝格姆致敬。那么我们达成共识了？没错，我们必须协助我们的新盟友，
为此，我们必须放弃律例，直到永远。我们在这里做这件事还真是合适。一切开始的地方，就在律令被写下的地方。谁想完成这项壮举，那么我，多恩诺家的议会首位，宣布我们全体成为无福者。成，我们办到了，而且还帅到不行。我们保护了岛屿的安全，做得好，风暴分析，飞翼全庆祝一下，然后去让大家知道海岸又再次安全了。